新型病毒的组合出来的时候有开心吗？喜欢是不是？等等，听说三代病毒，对，三代同堂病毒，你在说口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我没有摸他头哎，但我有对着他笑，对，对，三代同堂。但因为你知道，我就觉得其实 LB 有趣的地方是有时候可以玩一些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不要那么自私化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我们口白就一人一句这样子，因为我喜欢我觉得应该是要能够玩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就是看到百六个麦克风比较嗨。反正我主要是想说，我希望有一些 part 可以玩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对。然后就想说，那我们一人喊一句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一人喊一句太无聊，不然我们来抢麦克风好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玩抢麦克风的桥段这样，然后每一次都抢的不太一样这样子，超好笑的。但反正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演唱会有就是有趣的地方，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只有演唱就是。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成员的个性不同组成，然后把握住这些特点之后，才可以去做一些化学反应。对，对，